虽然我没有办法取代爸爸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但是我以后会像爸爸疼爱他那样子，好好呵护他一辈子。劳工这种东西好像大家都是这样，你对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激情，你在外面路边你不抱我，本来以为你是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的，原来你都只是觉得那是一种压力哦。我应该是对小孩子很重要，对你我不知道重不重要，我根本就是讨厌小孩。对 对, 对，可是我都没有讲这些东西耶。我是男生，我顾我的老婆小孩没有错，可是我同时要照顾我的父母。妈生病在家半个月，我一点多电话没有办法回去照顾她，妈一个人在家。可是你妈不是耶。每天讲话有超过一个小时吗？你都是一直对着手机，有时候觉得你好烦。以前不会这样觉得。真的假的？就觉得你明明就喜欢一个人，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我也很怕激情有一天消退了，我该怎么办？黄永贤，到底这样是好还是不好？就是跟家人一样这件事情。